好，欢迎来到星光体育课。那我是今天的讲师，我叫子顺。我们今天请了一位非常厉害的来宾，那我们想要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球选手许仁豪，曾经代表台湾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男子单打项目。那可说是非常厉害哈。那既然请来那么厉害的那个来宾，那我们也是要用贴扎，然后来处理他的问题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来进行贴扎。今天我们要进行贴扎，就是我们常在扣杀的时候会有一些手部弯的可能疼痛，对吧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用这个贴扎来帮助他做这个腕部下压的动作，那可以帮助他更好做扣杀的动作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是取一段，大概六格，那依照你不同手的长度做调整，那可能你在贴的时候，你在剪裁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是一样，把这个贴布拿起来，那做一个这个 anchor 点，那也是拿起来不要碰到贴布。那落点可以落在哪里呢？那就是落在这肱二肌的位置，或是在这个外侧这个地方，就是在这个耻骨的地方。好，那落点落下去之后，那我们贴下去，再来我们要想要摆位，那请他手腕往下弯到最弯的姿势。然后最弯的姿势的时候，那这个贴布拿起来的时候，大拇指撑平，这个圆点记得要压着哦，因为压着的时候会让这个平均会受力会平均一点。好，往下贴带一点张力，那请他，那你可以帮助他一下往下，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力量会不太够。好，贴平，那刚好你看这个两个长度是差不多的。好，那做摩擦一下。好，那我可以请我们的仁豪动动看，感觉一下。嗯。感觉杀球威力变强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